因为跟你们争道，不是我不要争道，因为我们太多讲员了、啊，要给他们有机会呀。所、yeah. 以、so, 当我争道的时候，本地的讲员都是很短的啊，所以很快我们就散会了。Amen， 哈利路亚。来，我们做一个开始祷告。亲爱耶稣基督，把今天晚上的讲道交托上帝，你来运行，你来引导你的孩子的心，孩子的口，使我你使我讲出的话语都是从你哪里来，要造就生命，建立生命，不反弹回来。谢谢你赐给我们今天晚上的信息，我们把一切交托，把弟兄姐妹交托，奉耶稣的名求， Amen。 我是一位医生呢，我讲到都是要有一些医生的那些，或者是医学的那些 一些题目啦。 OK， 希望你们明白呀，希望你们明白啊。医生的工作呢，我的训练是诊断啊，过后调查，最后医治呀。Yeah? 但是还没有医治的时候，我要历史啊，我要你的病历，我要问你一些问题，你怎么样？几时有这个病？几时有那个头痛？几时开始？过后我就诊断，诊断过后就调查，调查过后就知道什么是诊断了，就给他做这个治疗。Amen， 哈利路亚。所以我们如何能够一个无忧虑的生命？很重要，这个是个命令，这个是命令，不是因为我说的，是圣经说的哈。OK， 来我们看，什么时候什么是我们时常忧虑的啊？我们很忧虑很多东西啊，弟兄姐妹，我们的健康很重要 ，COVID-19 疫情，我们都很担心，大家都在这个在家里啊，不出来摘口罩，失业，我们失业有没有这个保障，都是我们时常忧虑的。财政，我们有没有够钱？退休有没有够这个退休金 ？Amen， 哈利路亚。关系，我们关系会不会破裂？夫妻的关系，孩子、父亲、孩子、父母亲、孩子的关系会不会破裂？也是我们经常担心的。还有我们的这个老龄哦，我们老了会不会生病？会不会要需要住阿杜兰？会不会 ，you know 不能够走动啊？会不会？然后没有人要理我们，都是我们忧虑的，对不对啊？如果谁没有忧虑的举手，没有忧虑。但是看圣经怎么教导我们，是不是应该忧虑，或是不是应该计划和忧虑不同啊？我们可以也要计划，但是不要忧虑。计划，我们要计划我们的这个退休的这个生活，我们计划我们的这个健康啊，我们计划我们事业，那些都一事业。我们父母亲都是为孩子担心，担心他们的这个学业，担心他们的将来。Amen， 这些都是你说应该吗？让我们看啊。OK， 什么是忧虑的心理？不确定的结果。为什么我们会忧虑？因为我们不知道的后果是什么，我们不知道的那个成绩是什么，我们不知道的未来是什么的啊。我们担心的都是担心不好的，没有理由我们担心好的，对不对啊？我们忧虑的还有可能会这个会不会这样的事情发生呢、啊？会不会你会不会找不到工作？我毕业了啊，找不到工作，都是我们忧虑的。如果好的，我们完全没有忧虑，但是上帝要我们忧虑好的 ，OK 啊？来，我们看为什么我们会忧虑呀？马太福音这个是关键性，弟兄姐妹我们忧虑头是从这句话以来，所以我们要真的抓紧这个话语。马太福音第六章第24节，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。不是恶这个就爱那个，就是重这轻那个。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，马门就是财力。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只是侍奉主一个主，忧虑不会领导我们；如果我们侍奉两个主，很忧虑，或者是只是侍奉马门，非常的忧虑。弟兄姐妹啊，一个人不能，上帝不是说侍奉有时候可以侍奉两个主，有时候不可以，不是这样说。一个人不能，完全不能，100%不能侍奉两个主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抓紧这个。所以这个是马太福音六章第24节，是谁说的？耶稣说的啊。耶稣说的东西我们一定要注意啊，双倍的注意。不能呢，不是说有时可以，有时不可以，不是这样哦或者是90%侍奉
一个主18%侍奉，两个职业不能够啊，90%侍奉神，18%侍奉满门不能够。第25节啊，下一节，然后24节，但是是25节。所以我要告诉你们，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，为身体忧虑穿什么。生命不胜于饮食吗？身体不胜于衣裳吗？你们要看，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，也不种也不收，也不储蓄在仓里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，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吗？弟兄们，这是这命令。所以之前一个经文是说不可以侍奉两个主，过后上帝的命令是什么？耶稣说，所以告诉你不要为生命忧虑。怎么我们不可能忧虑？OK 啊，我们总结做个，哎，这个结论就是说，我们不可以忧虑，对不对？人家讲，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吗？吃什么喝什么不可以吗？所以我们就知道了，上帝不要我们忧虑这些东西，不要忧虑这世界上的东西。Amen。耶稣说，我那个鸟啊，麻雀，我照顾他们，他们没有灵命，但是我照顾他们呀，何况是我们呢？是他的意象。马太福音第10章也是耶稣说的，第29节到30节，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？一分银子，弟兄姐妹，一个麻雀是半分银子，很便宜的东西，很不贵重的东西，惹是你们的父不允许，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，看到吗？上帝照顾麻雀，何况是我们？就是你们的头发也被数过，所以不要惧怕，你们比这些麻雀还贵重。弟兄姐妹，很肯定上帝不要我们忧虑，而且上帝做个比较啊，麻雀一个不最贵重的东西，很便宜的东西，上帝照顾，何况是我们？阿门，哈利路亚。第马太福音第6章第31节到，哎呀，可能是30节到31节，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、喝什么、穿什么，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。弟兄姐妹，外邦人就是说那个没有信神的，都是忧虑吃的、穿的，我们不可以啊。看这边啊，之前呢、啊、，OK， 你们的天父，你不是麻雀的天父，你看啊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，你们不比他们飞鸟贵？你们的天父是我们的天父，照顾麻雀。上帝没有说我是麻雀的天父，但是我是你们的天父呀。一个孩子出事啊，孩子出事了，会不会有忧虑吃什么穿什么？根本没有忧虑，父亲给完，对不对？父亲他为什么不会忧虑？他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忧虑。但是上帝就是为什么要我们一个孩童的心不要忧虑，因为他是天父，他是无限全能的天父。我们父亲到了我们老了，他一天不能够做工，他不可以供应我们，我们就要靠着，那时候我们就有忧虑了，忧虑生活费，忧虑怎么样、承担这个生活的这个一切的这个费用。但是这个天父永远是我们的父亲，我们永远不需要照顾他，他永远照顾我们。所以如果我们忧虑呢，忧虑他可能不照顾我们呢，或者是他、不供应给我们，这么我们就是当他不是上帝，他不是我们天上的父亲。弟兄姐妹，他是全能的，他是没有、这个无限的。我们的父亲到我们这个年纪，他不能做60岁退休，我们60岁是吧？60岁 退休还有赚钱吗？没有了，谁要照顾那个父母亲啊？60岁退休的孩子，对不对？啊，阿杜拉，你去阿杜拉那老年人谁给钱呢、啊？孩子给钱呢、啊？呀，有些老人家都没有钱了，因为他的钱用完在孩子。这个天父的资源会不会完呢、啊？这个天父，我们的天父的这个会不会没有钱了一天？会不会破产呢、啊？啊 ，Benny 会不会破产？啊，不会破产。这样你需不需要忧虑？我需不需要忧虑？不需要忧虑啊，就用点麻雀都他照顾了 ，OK。来、外邦人忧虑，因为他们没有天上的父亲。我们是不是外邦人？所以我们不应该忧虑。为什么我们无需忧虑？我们不需要忧虑啊！刚才我们唱那首诗歌，对吗？艾利西亚，耶和华说：“我知道，我向你们所怀的一念是赐平安的念。”弟兄姐妹，上帝还没创造我们之前，已经给我们有一个计划，有一个将来呀。有一个这个什么目的，
呀，他不是好像我们要生就生孩子，没有计划的。上帝是计划的，是在天堂计划。我今天要创造是谁呀、啊？谁要创造谁 ？OK， 亚伯拉罕，我创造亚伯拉罕，我要亚伯拉罕有这个恩赐，我要亚伯拉罕做这个这样的事工，我要亚伯拉罕是一个很会口才的人，会讲鼓励的人，所以他是有计划的，他创造我们有计划啊。所以耶和华说，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，要教你们有幕后有这弟兄姐妹，上帝有他的计划，上帝有他的旨意在我们当中，上帝不是偶然，上帝没有、意外、啊、我们有意外吗？上帝有没有意外？ 王弟兄没有意外。为怎么样我们有意外？我们、没有找到工作就结婚了，等下生孩子，但是没有工作，没有，这是意外、啊、我们没有计划、啊、没有 planning， 但是上帝不是这样的。然后看他实在说46章是谁？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啊，他从起初已经，他已经完全制造我们完美了，所以才放在我们这个世界上重新开始，从头开始。但是照作家跑，我们就到那他的终点，我们就能够到达他要我们到达的地方，到达他的那个旨意，明白吗？弟兄姐妹，上帝是这样，上帝没有做受时间限制，他是创造了先。使我们完美先才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，你要明白，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，从古时言未、明未成的事说，我的筹算必立定，看到吗？筹算他的计划必立定，他创造你说你在主里你就会得到这个样的东西，在主里你就能够成就这个，所以上帝说你必定必立定。所以我们要来到上帝的面前问他，你照着我的旨意是什么？你为什么找我？有没有这样需要不需要问？我相信需要问，因为你如果不问的话，你根本不知道上帝创造你。上帝每创造一个人，每一个人都是原装的，没有一个人是多余的，也没有一个人是翻版的。谁是翻版的？举手。没有翻版啊，但是我们有没有翻版袋？有啊，翻版的包包有吗？有啊，女孩子翻版的，基督徒可以买翻版的吗？不可以啊。你没有钱买就不要买啊，不要买翻版的，那是犯法的，在耶稣面前，在天堂是犯法，说不要买了。你能够买，可以买就买了啊，因为他这个字数好嘛。但是没有不没有钱不没有钱买就不要买啊，不要卖翻版。为什么不可以卖翻版？买翻版不是卖翻版，卖翻版也不可以，买也是不可以。Jeffrey， 为什么我们不可以买翻版？啊？犯法的，在上帝里面，在圣经里没有翻版的啊，通通是原装的。OK， 我们不可以卖翻版，买翻版那个是得罪上帝。Amen， 哈利路亚。如果你是翻版，你就可以买翻版。谁是翻版？没有一个人啊，有没有找到一个另外一个 Benny 在这个世界？找不到，以前找到吗？找不到，将来找到吗？也是找不到。Amen。唯一的，所以你要珍惜，跟你这旁边讲你是原装的，我要珍惜你，我要爱你。哇，好像不是原装这样吧？好像讲到，哎呀，再来一次，你是原装的，没有人能取代你。跟旁边人讲，不相信，不相信。OK， 为什么忧虑不好？为什么忧虑不好，弟兄姐妹？我是一位医生，我可以跟你讲啊。OK， 他是负面的感情，不单只是我讲啊，耶稣讲啊，耶稣讲马太福音6章27节，你们哪一个人能用思虑使愁数多加一刻？谁能够忧虑啊？忧虑，你可以变亿万富翁的，你去忧虑吧。谁能够忧虑，你可以长命一点的，你去忧虑吧。但是其实是短命。忧虑是短命，等下我跟你讲 ，OK？ 谁能够忧虑可以高一点？好像我太矮，我没钱，哇，怎么样来着？增高，但是不能够增高，老了更矮啊，手术啊，缩水啊，真的老了会缩水的，60岁以上啊，真的是事实来的啊，退化 ，OK 啊？以前我更高，Amen。忧虑什么副作用呢？很多啊，血压高，一定会。你看我们的身体是上帝的话语创造。我们这个生命所以一定要靠着他话语运行一切的系统，
如果我们忧虑，天天忧虑，我不是说不可以计划，可以计划，但是不要有计划了就交给上帝，或者 交上帝，上帝我现在要做这个、啊、帮助我计划，计划了就交给他，祷告不了就是这样、啊、凭信心、啊、心跳快会吗？心跳快、啊、会啊，紧张忧虑、啊、因为你不知道的、那个成绩是什么，所以你很担心很忧虑，担心不好，担心就是忧虑、啊、心脏病会吗？减低免疫系统，所以很大的很多的很多的这个病啊、很多这个什么关节炎，关节炎是免疫系统啊，红斑狼疮、这个关节炎啊，这个什么这个、红斑狼疮关节炎，这牛皮癣啊，卫生疮也是会弄到这个忧虑，所以会不会短命会啊，会不会、心脏病发作你就啊真的是50%/50%啊。每一个心脏病的人、啊、去到医院还生存的是 50% 罢了，其他 50% 家里就过世了，弟兄姐妹要明白这个、啊、所以我们不可以忧虑，上帝说命令吗？不要忧虑吗、啊、要一无挂虑、啊、忧虑时候其实他的问题跟人家关系不好，因为你太忧虑，每天愁眉苦脸，人家看到你都不开心，他们都不要看你了，对不对？苦瓜脸、木瓜脸还是什么香蕉脸，一看到你就跑了，很难搞，你知道吗？眼眼看到他都不要想，哎呦，我这个人有 you know, 不能够触怒、啊、犯怒了，已经忧虑了，可以骂人的。OK, 跟上帝的关系也会遭受到破坏，弟兄姐妹、啊、我们忧虑忧虑，上帝叫我们不要理我们忧虑，因为你这样上帝可以跟我们亲近吗？不可以啊。Yeah? Amen, 忧虑的后果。 OK, 错的思想，我们忧虑忧虑，担心担心，错的感情情感，错的情感，错的行动，错的行动就会错的东西发生。 Amen, 哈利路亚。弟兄姐妹，忧虑使你的问题更大，如果忧虑可以解决问题，忧虑吧，天天忧虑24小时。以前我做医生的时候，我不知道，我以为我做一个医生要担心病人的 you know, 担心他的状况，时常去接接他，我越接他我的病人越担心了，我越不睡不着，我就是不睡不着，你第二天我就没有精神去照顾他们，越来越惨，对不对？所以过后我就交托给上帝，上帝你交托，为什么忧虑？我忧虑半夜才会什么事情发生，半夜我睡觉的时候，我不在的时候，但是当我交托上帝的时候，上帝很好，我不忧虑的时候很好，我睡得很好，而且他会照顾我的病人、啊、这个就是重要，弟兄姐妹，因为我会靠他依靠他。 Amen, 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很多时候我知道你们都是忧虑忧虑，我觉得但是没有发生的，只是忧虑，只是浪费时间、啊、浪费时间、啊、忧虑是浪费时间，非常的，你在团队中没有进展的，没有，忧虑是没有进展的，没有成绩的，没有果效的。 Amen, 所以我们不要。 OK, 为什么我们忧虑？因为我们的上帝，你为什么你会我会因为你觉得上帝是很小，如果上帝大过你的忧虑，你不会忧虑的，大过你的问题，大过你的挑战，上帝大过你的问题，你不会忧虑，因为你觉得上帝很小。为什么你会觉得上帝小？你根本都没有体验上帝，你根本没有跟上帝建立关系，所以你觉得上帝非常的小，所以你忧虑大过他，你就天天忧虑。上帝上这个是罪啊，弟兄姐妹，哦，罪呀、yeah, 是罪。如果你的我们的神大不大？最大，他是最大的神，没有神可以大过他，他是全能的神。如果你忧虑是什么？上帝你很小，你咒诅上帝，罪一定要悔改呀，弟兄姐妹记得啊，四个步骤，怎么样克服忧虑？四个步骤，承认忧虑，你要跟上帝，我忧虑，帮助我呀，根源，他根源在哪里？我们要更新我们的思想，更新我们心意，更新很重要啊，还有我们信靠上帝。OK, 第一个承认，你们一定要承认，你们有问题，我有问题，我会很忧虑。忧虑不好啊，你看忧虑很快退化，你看那个人忧虑的很快老化，很快你五十岁可能看到六十岁，六十岁可能七十岁，这个是忧虑的这个啊，好多皱纹啊，你睇下个人有冇皱纹啊，好多皱纹，我打折嘅，睇下个腰嚟睇到，啊，歪歪嘅。啊 ，Amen！ 你看 David 喜光80多岁了啊，他是不忧虑，还是什么交托给上帝啊 ？Amen！ 哈利路亚。OK， 诗篇18:6，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，
向我的神呼求，他从殿中听我的声音，我在他的面前呼求入他。所以我们呼求，我们呼求，我们祷告，他一定听了，因为他是我们天上父亲。你要知道，这个天上的父亲以后会跟我们永远永远在一起，上至现在我们摸不着他，但是我们要感受他。我们要其实啊，你要看啊，看到的东西不真的，看到的东西是暂时的，看不到就是永恒的。所以你要明白，你要跟这个耶和华建立关系，因为他是永恒的。在启示录他讲，我会跟你同在，对吗？我会跟你同在，特别那个，我会跟你同在。所以他会跟我们，以后我们可以抱他，我们可以闻他，我们他的动他。现在不可以，但是将来可以。当然可以的时候是永永远远的跟他在一起，现在是暂时在。为什么他不可以给我们动？他是圣洁，不是他不要跟我们同在，他用他的灵跟我们同在，但是他不可以用他身体跟你们同在。所以你要明白上帝的一切的苦衷，他的苦心、啊、苦口婆心就是不要你死，要你有这个永恒的生命，要你跟他在一起永永远远。 Amen。 哎呀，承认了，承认，我们一定要承认了。我们如果我哪里有忧虑，我问你好吗？ 有担心吗？不担心啊，我很好啊，这个不可以了，上帝不能帮助。蛮有忧虑讲没有忧虑，有没有这样的人？很多，跟你旁边讲， 你不是这样的，你忧虑你会讲的，你会分享的，因为我愿意听。 Amen。哈利路亚，有时忧虑你放在里面的，固在那边，有一天会爆发。 OK、啊、爆发。 Amen。 哈利路亚，求告耶和华，做个承认、啊、更严。为什么我们、会忧虑？因为我们讲神很小，你、问题很大，所以我们缺乏信心。希伯来书十一章十六节，人非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非有信心对上帝，因为到神面前的人必须信有神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的。弟兄姐妹，这就是暂时我们要感受他。你要干死会不会跟我们讲话？上帝虽然不能够我们别看到，可以跟我们讲话。从哪里跟我们讲？圣经跟我们讲，他的话语跟我们讲。所以我们要熟悉他跟我们讲话的时候，跟小小声跟你讲，都是用上帝的话，也不会用世界的东西来跟你讲话。所以你很多人，我要听，我要听上帝的话，听听听，你都没有上帝的话，怎么样听他的话？一定要有上帝的话语，他才用他的材料，上帝要用他的材料，他的话语跟你讲话沟通。你没有他话语，你空空的 在你的头脑，你空空的，没有神的话语，他怎么样跟你讲话？谁跟你讲话？如果你听到声音，鬼跟你讲话，对不对？鬼话，还有人话、骗话，那是骗子，很多骗子、scammer 骗话，对不对呀？人家跟你讲鬼话，你跟他讲神话，对不对？如果鬼跟你讲话，你就跟他讲鬼话；人跟你讲鬼话，你跟他讲神话。人不可以啊，我们人是平等的，我们人是跟人是应该用上帝的方法。OK， all right。马可福音第九章二十三节，耶稣对他说：“你们的信，在信里凡事都能。”啊，这个是上帝的话，他不讲骗话。上帝为什么不能够讲骗话？因为他不需要讲骗话。我们首相会讲骗话吗？会啊。当他被逼的时候，他会讲骗话，全部都不会讲骗话了，可能我会了，要不是啊，有时候我讲是给病人鼓励啊，我讲，老豆，我还有几多月寿命，几多月他就 cancer 讲问我几久，我讲不用担心啦，我实际上讲了不用担心，但是我。其实我是知道他只是几个月罢了，不用担心。我不是讲偏话，我是鼓励啊。最后我还是在讲知识啊，在需要的时候还是讲知识。大家讲他的家人，我就讲知识。好嘞，格林多后说更新，我们一定要更新我们的头脑啊。其实我们头脑是我们的属灵战争的战场，我们的魂很重要，弟兄姐妹。魔鬼不能够进入我们身体，他进入我们的魂，他嘎叫我们的魂，他压迫我们的魂、啊、很重要啊！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十五节，我们的征战的兵器并不是血气，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，将各样的计谋、各样的阻拦人知识、人认识上帝那至高之事一切攻破，又将所有的心意都会使他顺服耶稣基督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是上帝的话语创造，这个世界也是上帝的话语创造，一切不是上帝的话语
要给他顺服，要给他完全的要 破坏切除、或者是抵挡出去，使一切都心意要多回顺服上帝。记得吗？这个世界是上帝创造，不是魔鬼创造。但是很多魔鬼的谎言在这个世界，你打开报纸通通是谎言，通知欺骗欺骗欺骗，谋杀谋杀，这就是魔鬼的系统。但是上帝的世界不是这样，上帝的伊甸园动物植物通通在一起，什么这个老虎狮子可以跟我们常同在一起，跟我们一起睡觉，不会有烧伤伤害我们啊！这个就是上帝的世界，上帝的伊甸园，但是已经破裂了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一定要心意更新啊，心意更新。所以你的心意多回，一切不好的思想，一切不幸，一切这些怀疑担心忧虑，要完全的出去，要让上帝的话语扎根在我们的魂里面，在我们心里面扎根。 OK， 哈利路亚。一切跟上帝的话语背道而驰的，要完全离开我们的魂，要完全离开我们的心。 Amen。 更新罗马书第十二章二节，不要效法这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，要变化，叫你们细察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乐的。记得很重要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乐的旨意。弟兄姐妹，你要明白，我们已经5783年离开上帝，我们的祖先5783年离开上帝，我们也跟着离开，所以我们成为罪人。现在上帝重新把我们带回他的身边啊！最后呢，你启示录带回伊甸园，伊甸园重新来到这个世界，新天新地啊！不一定要去天堂了，弟兄姐妹，新地很美啊，新地没有魔鬼的，所以伊甸园要重新降下。以为伊甸园我们是什么管家，我们是 manager， 所以上帝创造那个伊甸园给亚当管理啊，我们不用做苦工，我们用锄头，我们就丢那个种子它就生了，不用放肥料。我们的从农场河水要放肥料吗？要啊，是没有农药罢了，还是要放肥料。弟兄姐妹，没有肥料可以生吗？水可以生啊，没有啊，还是要放肥料。弟兄姐妹， Amen。 OK， 不要效法这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神察细察何为神的善良、纯真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很重要，要行上帝的旨意，不是行你的旨意，也不是神魔鬼的旨意，是上帝的旨意。属灵的成熟，情绪管理。弟兄姐妹，属灵的成熟是情绪管理，上帝要我们管理情绪。如果你说你是成熟基督徒，你还是担心忧虑，上帝说不成熟，你不成熟。成熟的话呢，你不担心，因为这个父亲天父是无可不能、无可不在的，无所不能的上帝，全知的上帝啊。 Amen。 无所不能、无所不在、无所不不这个All powerful, all present， 无所不在、无所不能、无所什么 ？All powerful, all present， 啊？无所知啊，无所不知的。OK，all present, all knowing， yeah， OK。属灵成熟情绪管理很重要，上帝要我们管理情绪，因为这个情绪不是负面的情绪，就会负面的副作用在我们身体里面，我们身健康又有影响啊。正面的情绪或者积极的情绪啊，正面的情绪就很正面的这个建立。OK， 为什么要靠信靠上帝？为什么要信靠？因为他可靠。很简单，为什么要靠上帝？因为他可靠。靠山山倒，靠人人跑，靠上帝最好，对不对？只有一个人可以可靠吗？这个世界，你说，哎呦，谁谁谁都管可靠，哪里可靠？啊，因为我是人，我是不是上帝，哪里可以靠？啊，我是靠着上帝恩典，上帝赐给我力量，赐给智慧的这个恩膏，我可靠。但是有一天 ，you know， 我以 you know 我的思想被魔鬼侵犯了，我就不可靠了。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二十节，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，在基督里是世世的，对吗？他的应许，他我讲他不需要开旁片话，因为他不需要他资源不完全没有缺乏，他资源用不完，他要祝福你，他不想。哦，你好，我祝福你，不是这样。
你乖乖，我祝福你，好像我们的孩子乖乖就祝福他了啊，听话就祝福他。上帝不是这样的，上帝我们一悔改他就祝福我们了，好像那个浪子回头一悔改就祝福了了，跑了，有杀那个宰那个羊了啊，给他戴戒指了，最好的鞋了，好的鞋，对吧？一悔改就有祝福了吗？上帝看我们好不好咩？怎么样看从中都不好，怎么样看我们的好跟上帝比是什么？我们的好是粪便，明白吗？我们的好是粪便、我们的好是粪便，所以上帝哪里能哪里好，不，他不需要看好，因为他好，只要我们愿意跟随他，只要我们信靠他，我们就能够得到上帝要我们得到主义。 Amen。 哈利的事事的、啊、他是可靠，他是信实，为什么要靠上帝？他是信实、啊、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十六节，我深信那在你们里面的动了善功必成全这个，弟兄姐妹，一是过程，我们的生命是过程，所以你来到上帝面前就有一个过程。如果你走世界内完全没有这个长进进步的过程或者成长的过程，根本不能够，因为你世界是世界是走什么背道而驰，世界的路跟上帝的路完全相反，怎么样来进步，怎么样来成圣，不能够。所以礼拜徒可以吗？不可以，天天要跑上帝的路，天天要默读上帝的话语，行上帝的话语，对不对啊？你走世界的走、一天走上帝路，六天走世界路，退步还是进步？亚伯拉罕退步了，退步了，弟兄姐可以不可以？但是所以你听到今天晚上听得到，你就是行了，明天就行，拜一拜二拜三一直行下去了。哎呦，外面人没有人行哦，怎么样行啊？你我们是少数，少数就不能够行啊。身在里面那边哦，神与你同在，你就有力量了，你就有恩膏了，你不用怕，不用啊，不用讲哎呦多数服从少数，不用了，少数服从多数，上帝是少数服从多数，对不对？上帝少数服从多数，对， OK， 哈利路亚，上帝的成就。 OK， 昼夜思想是忧虑的这个解药啊，昼夜思想，你看啊，担忧也是昼夜思想，你天天担忧昼夜思想负面的东西，但是昼夜思想上帝的话语正面的东西，那个就是解药。所以你看啊，弟兄姐妹，如果你忧虑忧虑，你没有把上帝的话语默读，你是一个什么？上帝的话语要来补充那个忧虑出去的那个空洞，出去的那个空间，你要用上帝的话语补充下去，你要上填补，很重要。如果不是的话，你的忧虑会来，因为两个不好的东西，一个好的，一个不好的。那这边世界有邪灵圣灵，这个世界有黑暗有光，这两个人都是同时要你和我，同时要用你和我。你是光的器皿，你也是，我们是光的器皿，有时候不小心也是黑暗的器皿。所以如果你不要被黑暗使用，是不是要默读话语？是不是思想昼夜思想上帝的话语？如果你不拜耶稣，你是不是拜其他神？一定是拜其他神。你不侍奉耶稣，你是不是侍奉马门？一样的吗？你一定要填补吗？ OK， 你讲我现在正是耶稣，我不要侍奉其他。 OK， 用什么来填补那空洞？用什么来填补？一定要用正面的，一定要用上帝的话语。诗篇第一章第二节，唯喜爱耶和华律法的，昼夜思想，智人便有福，对不对？昼夜思想，昼夜思想是什么意思？昼夜思想是把你的这个知识从头脑的进到你的心，进到你的灵，那个就是昼夜思想、啊、好像我们早上晨祷刚强断，我要刚强断的，为什么我要刚强断？你要在这边想哦，一般我要刚强断胆，我遇到什么事情要刚强断胆，因为神与我同在、啊、你要时常这样讲，你才能够从你的这个知识进入你的心。你要知道魔鬼不怕你有几厉害圣经，魔鬼不怕你会背圣经，他不怕哇背圣经我会背，主导文我会背，哇魔鬼怕你，谁说魔鬼怕你？他比你厉害过，他比你 厉害，上帝的话语厉害过你，他对上帝的话语更认识过你和我。你哪里可以讲我会背圣经，从头拜到再讲你就是很厉害很高？不是，对不对？怎么样他才怕你？魔鬼他做不到的你做到，他怕你。
说他做他不可能做上帝的话语，他不可能行他的意思，看是上帝的敌人，他不降服于上帝，你和我降服我们的天父，你和我行上帝的话啊，那个他就是怕，说你的那个知识照你的心活出来啊，那个才是魔鬼怕的。你哈利路亚哈利喊几大声，赞美你上帝，你是伟大的，但是没有行出来，你的生命没有行出上帝的伟大，每天好哈你好吗妈妈咯、啊、这样就是就完蛋咯，妈妈咯，你魔鬼听到你妈妈的麻麻糊糊的啊，今天好吗、哦、不好啊，很睡晚了啊，魔鬼知道你很睡晚，哪里有跟上帝 走路的会很睡晚的，跟随上帝没有睡晚行的福分啊，这个就是魔鬼要看到的咯，你哈利路亚几大声喊几大声跳几厉害，但是一走出 教会门头搭搭暗杀杀周围玩干杂 Half peace， 魔鬼看到了，魔鬼也听到了，弟兄姐妹，魔鬼不知道你想什么，但是他知道看得到你的行动、啊、那个就是你可以比他恩高，因为他行不到，他 不可能不会行上帝的话语，他知道上帝的话语从头到尾启示录，从启示到启示录他都明白，你不要跟他辩论上帝的话语，你跟你的他谁上帝创造谁先，魔鬼先还是你先，魔鬼先在哪里创造魔鬼，天上创造魔鬼，是不是他知道天上的东西多过你，你跟他比赛啊，跟他或者是这个辩论啊，辩论上帝的话语跟上魔鬼辩论，不要辩论哦，看到魔鬼就跑哦，不要跟他讨价还价，对不对，你活出来他就跑，你不活出来他不跑，他跟你做朋友，你啊好吗今天 OK 咯啊 OK 啊，你这样 OK 你就 KO 咯， KO 了咯，可以知道怎么样功力、啊哎、OK 啊， 感恩就是解药，感恩天天感恩，为什么我们什么要感恩，因为上帝是个阿们、我们是个感恩的孩子，他为我们做这样的，我们要感谢他，每个父母都喜欢孩子感谢，你问的 Clement 和 Cindy 他的孩子讲，谢谢你父亲、爸爸你辛苦养大我们，我要来孝顺你，他爸爸讲，他爸爸会不生气， Clement 讲你说什么 他说会生气的，他会很高兴，哇他是高兴到不得了、哦、这样的孩子用值得值得用生多一点、好种好种，不是好种、啊、因为有上帝的话对吗 Amen， 就是这样咯弟兄姐妹，所以你的孩子能够感恩你、啊、你很高兴、啊、因为他知道 你为他的贡献或者你的付出，像上帝我们上帝为我们付出他生命宝贵，我们要感谢他，一定要感谢我们感谢他，因为他是值得我们感谢，其实啊他就是他值得我们感谢，因为他无条件的爱我们，你看无条件的牺牲为我们牺牲，这个就是上帝，我们要感谢他，感恩很重要弟兄姐妹、啊、信靠就是蒙福很重要弟兄姐妹，信靠就是蒙福，我们要靠上帝，因为其他东西不可以靠，就是他可靠、啊、耶利米47章7到8节，信靠耶和华的，耶和华为可靠的，那人有福了，他必像栽种树栽于水旁，在河边扎根，炎热到来并不惧怕，叶子乃必青翠，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。而干旱之年，干旱之年是什么 COVID-19， 干旱之年是什么饥荒，干旱是什么、啊、干旱之年有没有干旱之年来，有啊，圣经说的，所以你我不依靠他，你我要天天有力，你我不要依靠他，你我不要默读他的话语，干旱之年来了，干旱之年来了就有挂虑了弟兄姐妹，就有挂虑，而且结果不止，弟兄姐妹我要跟你分享一个，在我还没有 COVID-19 还不知道有 COVID-19， 很多人叫我买这个买那个， S2 Hotel 来找我买那个，以前那个达丹森他还有一个Hotel Coleman 也叫我买，我不知道做什么，我没有买。他讲你的病人呢、啊，都是在我这边住的，你不买谁买？我讲为什么我要买？我就 OK， 你给我时间祷告。但是祷告上帝没有给答案。很多东西一年前和两年前的疫情前，我没有买一些东一点东西都没有买。感谢上帝啊，
真的感谢，在疫情、里面我真的很高兴，因为我没有缺乏，而且我很开心，因为有的休息，我的身体状况也好点。因为那时候我做到 我做到我就头就发生什么事情我不知道，头晕了，实际上头晕了，但是感谢上帝现在很好了，休息了两三年非常好啊， Amen， 也有很多时间来祷告上帝， 来亲近他， Amen、这个就是上帝安排，干旱之年你不会有忧虑、Amen， 哈利路亚。他顾念你，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七节，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什么这样读谢给神，因为他顾念你。看到吗？上帝为什么顾念你？我们是他孩子吗？上帝会不会退休？没有，这个上帝不会退休。上帝会不会、一天、不能够 找钱了、不可以给钱我？不会啊，他什么都有，他不需要做，他全在全知全能全有的上帝。阿们。所以上帝照顾我们，他是我们父亲。我跟你讲，一个孩子只有睡才有忧虑，孩子当他还是不能够做工的时候，他没有忧虑的，要什么真的拿钱出来拿手出来，上帝、爸爸妈妈就会给他。当他当他成年的时候，他爸爸妈妈不能够给他们一些东西的时候，他就开始忧虑了。他看到人家忧虑他就开始，所以忧虑是学来的，我们不应该有，上帝没有叫我们要有忧虑，弟兄姐妹，因为他是永远供应、永远照顾、永远保守的上帝，他不会偷懒，也不用睡觉， Amen， 不打困的这个上帝， OK， 十分平安、上帝是一个给我们十分平安的上帝。实在是对二十六章第三节，坚信依靠你的，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。哎，弟兄姐妹，平安够了，十分平安。什么是十分平安？完全的平安，完美的平安，这十分平安、因为他依靠你，所以我们的事要做什么？依靠他，依靠他，他是可靠呀，他不讲骗话呀、他说了算数，他应许是一事事的。 OK， 信靠神的益处是什么？这些东西要加给你们，这些东西，这些一切你的需要，没有说你的要，但是需要一定他给。天上的鸟降不之前他都照顾，鸟有看到它，鸟一天飞飞下，没有力了，没有吃不吃，没有力了，死掉，啪，跌在你头上有吗？所以鸟死在头上的，大便就有，对不对？大便在讲，哎呦，我吃得很饱，啪，你就你中招，你没有一个死鸟在你头上跌下来，没有啊，弟兄姐妹，没有上帝照顾，明白吗？死鸟没有大便就有啊，鸟大便。OK，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，弟兄姐妹。上帝就是这样，其实这个是忧虑的 antidote 这个最后六马太福音六章，我们讲都是马太福音第六章，上帝耶稣讲的，最后他讲什么是忧虑的解药，或什么是忧虑的 antidote。你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。弟兄姐妹，就是你的昼夜思想上帝的话，昼夜思想上帝的话，一切好的想。你是上帝话语创造，你想什么？你想其他东西啊？你想世界啊？我不是说你不活在世界，不是要你在山上好像那些和尚这样，不是不是不是。上帝说你在世界，这个世界不是上帝掌控，是魔鬼掌控的系统，但是在这个世界你要昼夜思想我的话语，你要行我的话语。会不会你读上帝话语读到你蒙查查，上帝说不要醉酒，要被圣灵充满，对不对？耶稣被圣灵充满三年半在这边，有没有说忘记吃饭？他是除非他是近视，有没有说 被人家石头 丢死？没有啊。有没有说人家要抓他抓得到？没有啊，很清醒的，被圣灵充满就是上帝的话语，很清醒的，很知道什么事的，很有智慧的，很有这个方向的。什么是没有方向？醉酒，醉酒为什么上帝不给我们醉酒？完全不能自控，完全控制不到我们的思想。
通通想那些不三不四，对不对？啊，你睡觉可以自控你的思想吗？艾丽莎，你睡觉，耶稣，我要发好梦啊，可以，上帝可以那个空给你好梦，但是你没有祷告，你每天跟别人打打杀杀，睡觉发梦什么梦？打打杀杀梦，对不对？因为你想吗？你一面想打打杀杀打打杀杀就给你了。你一面想好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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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呦，什么是好的，什么是值得赞美的？哇，什么想好像那些就上帝的话语就进入你的梦了，明白吗？弟兄姐是这样的吗？在世界是不是越来越坏？这世界会越来越好吗？啊，所以你天天担心世界越来越坏，是坏的东西，啊？睡觉的时候进入你的梦，你就辛苦，对不对？弟兄姐妹，在这个世界要昼夜思想上帝的国，上帝的义， Amen。 结论，承认根源更新，信靠神。弟兄姐妹，这四个为什么我还好像有其他的，不要紧啊，看一下 OK， 搞错了吧，五年了 OK 来，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节，应当一无挂虑，这个叫一无挂虑，180没有忧虑。弟兄姐妹，是不是我们每天我们悔改，我们有没有忧虑？所以没有忧虑，举手。有忧虑，忧虑要怎么样？悔改了，叫上帝原谅了。应当一无挂，不是我说的，一无挂虑。凡事要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、感恩，将你一切的告诉神。OK， 哦，啊 ，OK， 昼夜思想。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八节，弟兄们，我还未尽，还有没有讲完的话？凡是真实的啊，这个上帝的东西，真实可敬的、公义的、清洁的、可爱的、美誉的、乐有德行的、乐有称赞，这些是你们要思念。弟兄姐妹，你问我想什么？想这些了，上帝的，这些是哪里来？上帝的话语了，世界给你这个真实的，那 AI 现在通通是骗人的，骗人。安娃有一个，你的安娃的 video 出来讲，安娃讲这个投资这个，他讲了一样声音，一样样样子，是真的是假的？除非你亲眼听到他，亲眼跟动到他，不然的一切在技术里面都可能是假的。AI， 弟兄姐妹啊，如果是你太太打电话给你跟你讲话，一样样的在电话，给个 video 给你。姐妹们，心里猜啊，丈夫，我现在需要100万，啊，过给我，因为我紧急用。他一样样，动作一样，讲话一样，是真是假？啊？按啊？按一啊？呀，弟兄姐妹啊，记得记得。你的怎么知道打假钞票？你如果是要知道是假钞票，你是读假钞票还是你读真钞票？你要知道这钞票是假的还是真的，你要怎么样？你要天天玩那个真的钞票，你才知道。必须要学假钞票，因为假钞票一面变的，你要玩真的钞票，你一动手你就知道。你啊，所以你知道怎么是太太打电话给他，或者是跟他亲戚见面，你就知道了。啊，有一天他会做到啊，一天做的一样样的行李差来到你面前，一样样，颜色一样样，讲话一样样，怎么样？什么不一样？你要用你嗅觉，味道不一样。OK 啊，行李差味道是什么样的味道？你知道吗？只有你知道，我不知道，不要这样问我。或是上帝知道 ，OK， 哈利路亚 ，Amen， 弟兄姐妹，啊，这个就是来，我们站起来，来，我们做一个就是祷告，我们邀请司仪啊，蔡云唱，我们唱首歌嘛，啊，我看第三条、第四条的这条歌都不错，你看 ，Amen， 哈利路亚，平安 ，OK， 平安，第三条、第四条，库拉巴西格，弟兄姐妹，上帝的话语是命令，我们有忧虑。一定会有，因为我们在肉身里面，但是我们真的每一天要越来越少忧虑，求上帝的怜悯帮助，使我们越来越依靠他，使我们越来越信靠他，使我们越来越默读他的话语。
默读他话语，使我们啊、，Amen， 使我们昼夜思想，昼夜思想。因为如果我们有他的话语在我们生命，我们生命才能丰盛，我们生命才能有健康。因为我们不是用世界的材料创造，我们是被上帝用上帝的话语创造出来的。哈利路亚。如果我们身体没有吃那些正常的食物，只是吃那些垃圾，吃那些不应该吃的东西，我们会生病，我们身体不会不健康。但是如果我们生命是上帝的话语，因为就是那个话语给我们生命，我们越来越有生命，越来越丰盛。让我们唱这首歌，让上帝给我们平安的一年。耶和华向我们说话的一年，是赐平安的一年。耶，宣告。要将我们将来有指望，有丰盛，有平安。Amen。耶和华向我们说话的一年，是赐平安的一年。要将我们将来有指望，有丰盛，有平安。我们呼求你，我们祷告你，你就应允我们。哈利路亚。我们寻求你，专心寻求你，就必寻见你。耶和华向我们说话的一年，是赐平安的一年。上帝引领向我们，哈利路亚，从来你没有把你的脸翻转，你为了我们罪，你翻脸耶稣，在十字架里看不能够不
要看我们的罪你翻脸，但是你对我们没有，永远都没有翻脸，你永远向我们，给我们平安，给我们有恩典，谢谢你。我把弟兄姐妹交托上帝，在一个星期里面他们所做的所走的所计划的，上帝你看顾，哦，让他们一无挂虑，让他们完全信靠你，完全的依靠你，因为挂虑忧虑不是你要给你孩子的，你要给你孩子的事，不要忧虑，一无挂虑。挂虑是没有爱，没有信心。挂虑是咒诅。谢谢你提醒我们一无挂虑。谢谢你提醒我们要仰望你，要完全的侍奉你，不要侍奉马门，因为马门就是让我知道我们挂虑，因为马门完全不能满足我们，只有你能够满足我们，马门永远永远都不能够满足我们，永远都是不够的，只有你能满足我们一切，只有你能使我们安稳，能使我们有平安。谢谢你耶稣基督，因为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。哈利路亚，把弟兄姐妹交托，你来看顾祝福照顾，奉耶稣的名求， Amen。 来，我们给上帝热烈掌声，需要祷告的上前来，我可以帮你们，如果需要的话，上帝祝福大家做个平安的周末， Amen。 主日